走廊不我屋吗？你要把柜儿放我屋啊？是啊，怎么你有意见？ Are you kidding me？ 嗯？没有，当然没有，我这就搬，马上搬。那还差不多，快点啊，我去换衣服。哎呦天哪！本节目由一直叫做奥牛尼的草泥马冠名赞助播出。我记得，我教你怎么做背。最近有很多客人的，他这个腰啊特别不舒服。腰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叫我幺零。OK 了，涛涛。有收获吗？相当有收获。上完马老师的课，感觉肌肉进步多了。谢谢马老师。接下来什么 ？Bill，这个客人非常挑剔，小心行事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谢谢啊。Hello, sir. It's time for your massage. I'm really, really sorry. I know, lah. Don't worry. Relax. I take care of you. Okay. Thank you. Oh. 这人的叫声这么淫荡，又这么娘，很像天猫大呀。不对呀，我为什么要跑？我这是正当职业，又不是 special service。可是被他发现我一个大男人在做 massage， 会不会很丢人呢？这有什么好丢人的？我是继续留下来，还是转身走人呢？如果转身走人，老板会扣我钱的呀。谁呀、话外音这么多，我操，这都能听见。叫什么？怎么让你在这儿啊？讨厌，被看光光了。我操，你以为我愿意看啊？亮瞎了我的狗眼啊。上次你说找兼职就是在这做按摩师呀、我兼职可多了，我哪能挨个告诉你们？有时候我自己都忘记了图车到哪儿去上班。那你继续给我按吧，我可不想。哎，快，哎，行，转过去，可不想看到你脸。哎，快点，去。在这打工辛苦吗？你说呢？能不辛苦吗？那些老外皮糙肉厚，没干几个手不疼。哎，工资每小时30块钱，中泰国人还有 tips。真辛苦。我说你现在这么着急找工作干什么？以后机会多了是。你现在还是应该专心学业。你有奖学金，你当然不知道我的苦了。没钱，没钱，你怎么看上我？哎，年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因为没钱而感到失望。要知道，你以后没钱的日子还多着呢。我，你听好了。接着按，
你做 special service 吗？哎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可是有职业操守的。我只卖身不卖艺。你想哪儿去？我是想做一个 spa， 呵护一下我娇嫩的肌肤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按啊。房间太小，搬个床头柜去赛克房间，怎么碍着你了？你房间小，最大的房间都让你给住了，你还嫌小？那还不叫小啊，你们的房间加一起都没我家客厅大呢。嫌小你别住啊，你回家呀，整天就你事儿多，赛克又不是你们家佣人，天天使唤来使唤去的。哎呀别吵了，你当我想住这儿啊？我巴不得明天就走。别吵了，要吵上那边吵去，让我把柜子先放那边。别动，本小姐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。哎呦，我今天就管你怎么着，没人管你，你都上房揭瓦了都。吵什么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大白天的总睡觉，看你这打扮去 pub 了吧？谁叫你不回家睡觉的，被吵醒啊？活该。中文我说不过你。 But going to a pub is my business,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. I can come home anytime I want and sleep. 说什么呀，说那么快听不懂。你有本事开门，你有本事说中文啊。白丽莎你别跟他生气，刘磊公主饼瓜娃子挑起了，他欺负赛克我看不过眼，这才吵起来的。就属你这个男人婆多管闲事。赛克他愿意帮我，那是因为我长得漂亮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本小姐貌美如花。哈哈，你长得漂亮，你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长啥水样子，我看你是貌似如花。说话怎么这么粗俗啊，果然是小人想不出。马珊珊你这个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救命啊。你不要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打你。不打呀，你是谁？你是什么？我打你。告诉你，Jerry，但凡是个女的，女汉子，就给我往死里打，揪着头发。可别打了，我那柜子。别打。这一幕不是偶然。别打了。他们是积怨已久吧。胶囊咖啡机，用它泡出来的咖啡啊，每一杯都是最新鲜的。像这种高档的咖啡机，才能配得上我的身份。那你教教我怎么用吧。教你呀、啊。嗯。看好了啊。嗯。懂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按一下，咖啡就有了吗？不是。是让你呀倒回去再重新看一遍。我刚刚30秒钟之前演示过了，本小姐啊才不会因为你再演示一遍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哎，我找了份工作，今天去试工，就在一个酒庄做 waitress， 真累。那个珊珊，你想不想来工作？你说打工啊？我爸赚的钱够我花到下辈子的，我才不会去打什么工呢，累死累活的，才赚那么一点点钱，都不够我买一个 Prada 的包包的。好，打，必须打，欧耶！你作为二房东，你咋不拦着点他们呢？我这不盯着呢吗？就怕他们打坏家具。别打了。来来来来。
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小心你逗。说吧，这谁的？我跟我男朋友汤姆很纯洁的，那不是我的，我根本就没有男朋友。Guys, it's just a condom. In the Western world, it's a common thing. I know parents that give their kids condoms as birthday presents, okay? If it was mine, I'd admit it. 赶紧承认吧，别演了，祝你们演技好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东西掉到案发现场的时候，你们也在呀，说不定就是你们三个的。有道理，我觉得这就是涛涛的，他会挺你准备的。哎，也没准是 Sack 的，还那么猥琐啊。我觉得呀，最有可能是田猛大的，说不定他早就出轨了，这是他的男朋友。我操，这就和好了，这尼玛是鱼的记忆啊！要一碗。什么是鱼的记忆啊？问度娘去。哦，其实这个是我的。耶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死宅男，离我远点儿！之前老师上课发的，一直放我兜里忘了。事儿，这老爷们儿衣服来干的，一个小丫头能搬这么沉的棍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一个肌肉男差点没搬动。我不是说这个。那啥呀？那个。他老子不小吗？这样小，他这样，他说一会儿真的是小户人家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见了。是路边推销员硬塞给我的，我给忘了，今天居然突然掉下来。丢人了，所以就这样，我给你请吃吧。好，好，好。真的是啊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吃个甜甜圈也真这么男人婆，当心嫁不出去哦。老子知道甜甜圈爱着你了，你怎么又这样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，我明天就要搬。搬，天天说搬也没见你搬啊。你等着，等我的房子弄好了，我一秒钟都不会多待。滚，老子眼不见心不烦，你凭什么让我滚呀？我交了房租的呢。交房租不得了了，我也交房租。哟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这家规得加一条。创造和谐居住环境，人不能劳力。我知道怎么阻止这场战争。老子一个甜甜圈糊你脸上，你敢啊？你敢啊？打爆甜甜姐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里是打包间时间。见，包里包起，见来见去，尽在打包间。见，本段内容与拍摄无关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故意。下面请看 VCR。啊！哎呀，我天哪！这 Sack 吗？哎我操！让我看。哎，谁呀？把你打这样啊！一直太他妈浪 story 了，这不刚才吃麻婆豆腐去了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就被麻婆打了，你看笑的。忙碌碌不知道 why 老
老师上课总是太快，关掉一颗就是24000块，没有时间做饭做菜，速冻饺子是我的最爱，物价飙得太嗨太嗨，二十刀只能买包中南海，打工时薪不到10块，五个员工只给一个菜， Made in China 总是经常坏，加油换胎必须自己来，不是英雄在塞外， Come on baby don't be shy， 都是心里怎么期待，等待过去春暖花开，为了梦想漂洋过海，要死也有要死的精彩。